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领导。大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是觉得我瘦了嘞？是。你们是觉得我拍那边东西拍了嘞？对。OK 啦，因为今天这个挑战呢，我也是发自一个好奇心啦，因为我就好奇我自己本身，其实我一个这样喜欢吃鸡饭的人啊，我一天里面我到底可以吃到多少包？然后我想我今天我就把这个挑战给放大，我到底会不会完成这个吃十包这个鸡饭呢？坦白讲也是有点害怕的，所谓害怕就是呢，我一天里面这样吃这样多包，我到最后我是会对它反感呢，还是我越变越喜欢呢？这也是一个未知数。哎，真的最近在家里真的关傻，真的不好拍摸，真的我只有想到什么拍摸，所以我就继续拍这种废废一面给一眼一面给你们看啊！啊，我这里面是很喜欢。看的嘛，碰碰你们也是怪怪的。对啦，睡觉飘飘那么多，就去买我的鸡饭了啦。Let's go。哎，又是一样的，拍什么补什么画面啊？不然等下我影片太短了，我就难剪了，我就每次会剪那个。哇，我突然看到这些包裹，这没有错，摸这个赛席，应该是我那个 Beyond 的那个海报啊。等一下回来看啊，现在赶着要去出门前，不然等下关门的话，我什么就没有了。这样你要下你。去拿尿先咯，不是药，是拿那个。他脾气的药，因为他脾气太牛了，要去拿那种脾气。那个不是药，保健保健的。哦，补脑那次啊，补了。补那个荷包，满满的。那个叫皮包，不是荷包。我这次叫皮包。是广东话吗？广东话那什么意思？要这样子哦。啊，走了走了，去买鸡饭了啦。现在跟那时候那个去妈妈档的心情是一样啊，因为那肯定我昨天来拍的时候嘞，应该是睡车关系，他已经关门了，我又担心他今天有没有开门了。有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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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开，我要走了，打包了鸡饭了。每次来一定是打包这个新北京七股鸡饭的这一件。哇，是包鸡饭，你们看它分量，哇，都很多，很大包一下嘞。这个算是有点大胃王挑战，我刚才看它切的那个分量哦，肉又多，饭又多，我跟你讲，我应该最多三四包就差不多了。哇，没有记错的话，距离我上次最次买这样多包的鸡饭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讲说是去 MJ 那边拍东西，然后就打包这个鸡饭，差不多也是有七包八包，都没这样多包，唉。我有点紧张，要吃这样多吧 ？OK 啊，所以就等下回去边吃边聊啦。啊，哇，看十包鸡饭，一包、两包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！跟你讲啊，我觉得我应该会很难吃得完，所以现在来吃我第一包鸡饭了。哇，这风扇吹到我，真高啊！来，我觉得我应该前面应该是可以先吃到两包或三包左右啦，因为鸡饭我最爱嘛。先吃第一包啊 ，nice nice， 我们这个想饭少一点哦，对不对？要吃饱鸡饭呢，而且我一个人会吃到旁边，哼。他们傻了啊，肯定是跟我买起公司吃的那种东西。不过这样买这么多包，我也是挑战看一下，一次过可以吃多少包。所以我马上问我朋友跟朋友很好一起吃，太棒了！那多两边那个吃果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你们啊，老公哎，去播一下我 IG 啊，不管是这边还是这边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晚上呢。跟小杨啊，或者是 MD 啊，那个 IG 开 live， 每次做有做没有的，有时候还会在 live 跟观众一起玩游戏啊，你们就来 follow follow 一下啊。嗯，那麻来了，那眼神就是那种炸掉的感觉。这么多包啊？嗯，很包啊。我刚去打包的时候，他问：“哎，你要什么？”啊、老板，烧鸡饭十包。四包啊，两啊，好像傻掉了，放第一包啊，来第二包，嗯，盖饭，我觉得鸡是吃得完啦、啊，饭真的是有点难哦，因为饭那个容易饱了嘞，嗯，目前很好吃的鸡饭吗？这不噎那种吗？嗯，那就是好吃哦。没有看我要拍这一集，我专门找这一集来拍啊。昨天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开，我刚才问老板了，他这个呢，平时是营业到五点。
那星期二休息，然后早点去看难怪没有拍啦。这总结放在像我上次讲的话，你听哪个？咖啡冰啊嘛，没有冰不吃饭哦。一流啊，真的，一流啊，习惯。因为它有放姜哦，板蓝盐，所以很香。哟、哎，还放姜啊？放姜还吸引到人嘛，还是总结辣椒嘞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开始板蓝时间，他那边煮了还有几包，很多包呀，还有这方面的纸袋呀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，那吃完第二包啊，有点饱哎。那尤其讲他的大胃王，那讲还可以吃得更多嘞，就是一直喝水，喝水更饱不是吗？我要喝了我就觉得饱了。熬夜第三包，死了，看到有点怕了。哦，因为咬到鸡肉哦，不要讲你形容那种感觉的，一二三四五六还有六包，哇，很饱啊，会啊，我会硬撑，我会不会烤面食啊？啊，直接想到什么就拍膜吧，真的不可以我就不会硬顶了，妈的，弄到自己辛苦吧，那我把鸡肉吃完了，饭我吃不下，就等于就算你这样子，你不是鸡肉，你吃就等于你在挑战吃十包饭呢，那可以哦，你啦，其实呢，这个挑战呢。前面我就预咬了，我最多只可以吃到两三包吧。然后我就想留两包，我们晚上剩下的嘞就去捐，就去给附近那些。我们家外面呢，店面那边也是有那些流浪汉啊，我就拿几包就过去看那边，好像有两三个，一人一包给他们吃。OK， 虽然我觉得挑战失败要拿这些东西去捐给人家吃，好像有点不刚这样啊，可是不要浪费啊。我不只有给他鸡饭啊，我们还有买一些东西过去给他们啊。OK。我们最近可能要帮助一些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啊，剩下两包呢，我们就留晚餐了啦，所以晚餐也不用拍了啦，因为都是这样吃鸡饭的画面嘛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了。一定是那么晚。喂、okay, 欸，这个疫情一样很难过，我们大家都是要很加油的，一起熬过去啊！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抗疫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熬过去的。那我妈讲，有时候要做点善事，要积点德，因为她讲我嘴巴很贱，我就讲那种东西讲有没有？好啦，因为我就是有点懂。OK 啦，所以影片就到这里了啦。啊，这个挑战的影片其实算是没有成功跟失败啦，就是想要挑战，让自己知道一下可以吃鸡饭的里面是多少啊。当然也是有预算到吃不完的啦。啊，我们就把它扔出去啊，让给那些流浪的朋友们吃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再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看到吗？这样子加油，你们不要 support 的话。其他只能敲他的假牙。哈哈哈哈哈！OK 了，拜拜。